先放广告了，好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我家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记忆中呵护的温度。我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独立后体贴的温度。我们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团圆时幸福的温度。万家乐，温暖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。万家乐，乐万家。我来了。好了，稍微等一等啊。嗯，同学，他进来了吗？他们在等 Zest， 圣龟还在刷呢。哼，我在看我公司的广告啊。你慢慢刷，你慢慢刷啊。牛头人广场真是好。牛头人，哈哈。你干嘛啊？够呀，够够够够。Classic 已经被干了吗？干了呀，现在这次打 trip 啊，好惨啊 ，Classic。听说今天你把吕布打爆了？哎，我在直播天梯，我收了他四盘，干了他三盘。然后据说你打马入也大优势，然后掉线了。我打马入，当时第一把我虽然输了，第二把你知道吗？我跟他镜像开局，然后我把他二 GD 都给打爆了，然后我掉线了。不知道谁把我家网线给拔了。就你的意思，就是你又恢复了几分信心呢？我刚才还赢了孤米哈，我靠！不是妈的，我觉得我跟韭菜造作了。你造什么？干嘛？哈哈的一些二十，不是他夺冠啊，他夺不了冠的，你妈搞笑！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你慌什么嘛？是的呀。他们让他摸着良心说他夺得了冠吗？他能进个四强就可以跪下来了，好不好？是的呀。李少怎么说？李少。他妈还夺冠了，你妈搞笑了！干嘛，李少？我们就看不起你，敢不敢说你能夺冠？哎呀，夺不了呀！天梯的天梯比赛是比赛，听到没有？我们要为人谦虚低调。妈跟谦虚有毛关系啊？你妈 Zero 你打得过吗？嘎姐你打得过吗？妈这两座大山压在你头上，你不要说 Zero 了，妈 Zero 还好。他连你们，我的意思是 Zero 也来，不是啊？蒙特利尔，我们说的是蒙特利尔。蒙特利尔啊，除了 Cyril 还有好几座大山呢。我随便说两个，不要个大山，老子就说那种小山，什么 Sotof、Zesta 这种。不可能，我之前你知道吗？我太高估 Sotof 了，导致我比赛打不好。然后我一看他天梯，你猜他多少分？多少分吗？6120，我靠！不是，怎么你还又没打过他？你叫什么叫？我再说一个，现在不可能，现在我再说一个 ，Breaking GG。哎呀，我之前还把他说话了，脑仁疼。这音吧，这音吧，这音吧。哎呦，不是你打得过那个吗？乌克兰才打得过吗？本来他也打不过呀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上次是意外。太意外！妈，史努特你打得过吗？史努特现在，我觉得可以拼一下。哎，是吧？今天妈的，不是说给选手订房间吗？啊。说韩国人住一间，老外和老外住一间嘛？啊，
然后说两个人一间，然后要订五间房。啊对啊，妈的，我想了半天，我靠，怎么订五间房啊？他说妈有个女的，我妈想了半天，我在哪来的女的？嘎姐啊，怎么说的呀？没错的呀，这个嘎姐。哎呀，我靠，他妈的真的是，嘎姐可以。为什么才订五间房啊？就星际魔兽嘛，一共要订八间，啊，应该有九间嘛。那他们不是翻译还要订的吗？有吗？那有翻译的呀，到时候你翻译还是两个翻译的呀，你还要帮别人订一间的呀。翻译不是上海的吗？翻译的他们说最好是全程陪着，因为这些老外可能什么晚上要出去吃个饭什么的，到时候他妈的死在上海了。老外嘎姐跟李少去吃饭呀，我靠。啊，今天来吧，我跟你和嘎姐安排一间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靠。这没办法，说正事，翻译到底要不要房间呢？明天问问他们呀。明天问一问，你小声点，你的麦都要爆了，我操！好，我不是麦，我是摄像头的那个。但也要爆了呀，就太大声了，你那个，你把加强，现在太小了，你把加强开到这么大，然后你拖小一点，把麦克风拖小一点就好了呀。我已经拖到只有四十六了。妈的，你这个太小了，太小了，这个。这样的也很小，还小，小，这样的也很小，再大，这样的再大一点点，这样的 ，OK， 好，可以了 ，OK， 妈的，不是跟刚刚一样啊？没有，比刚刚好的不要到哪里去了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的呀，你刚刚，我这个麦不稳定，我跟你说，你刚刚差点都爆炸了。好了，这边却不打个。两矿的一个，两矿的三不朽一波。这波压过来有点凶啊！却不朽的出来了，冷静也造了一波了。那你家里面不要了吗？家里面有电池的呀，慌什么？你戳呀！然后这波干死你，刷两个追猎。咦？嘿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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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妈我也没办法，他妈只有神珠，他怎么办嘛？打出来这样，那你怎么办嘛？狗哥没来吗？狗哥没来，那太菜了。输了呀，这次他被完美防住。哦，却不输了呀。妈，菊花都点烂了，这波。我觉得感谢奶上不了大学的一个飞机。感谢兄弟啊。哎，我发现每次都是从败者组杀上来的那个人出现，不可能的。过一会儿 ，Impact 教你做人好吗？这个 Impact 简直就变态，太强了现在。啊，他确实厉害。我之前天梯 solo 他经常的，你知道吗？九分钟把大牛跳出来，我靠，就根本打不过了。那个运营太夸张了，他运营真夸张。我昨天搜到他，基本他干了我四盘，我才能赢一盘。你是想说你还能赢一盘是吧？啊，只能赢一盘呀，这但是也是侥幸赢的，就打他一波打赢的呀，正常打一点机会都没有。那你还算比较老实。那按你这么说，他这个给你感觉比什么 Sola 什么 Dark 都强了。哎，他跟 Dark 属于一个类型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想打你一波就打你一波，想跟你玩。我名字忘记去掉了，刚才就跟他的玩具一样。但问题是他这种，我感觉。大哥有时候不稳定，他比较稳定，就这个实力，反正发挥的很稳定的。但是我听韩国人就他 T 班什么评价他，说他大比赛打不好。但强很强。进啊！对对对，胜算好了吗？很强。没刷出来呢。那你妈就再登场吧。他跟那个谁 TY Gumiho 和 Impact 他们是一个圈子。这次比赛你能拿第几？什么？四个狗可以合成一头牛？乱说的吧？这你们
这次你能打第几名吧？啊，我在这骗我。哪个比赛啊？武道会。一共现在有几个人了？八个人呀。不是，总共打出来应该有几个？八个呀。现在有谁了吗？已经。嘎铁、吕布、逆布、你四个，然后有个 TY， 然后有一个 Herrick。然后呢？西瓜。然后今天再出一个是吧？对的。今天 Impact。我靠，这有点难打呀、啊，感觉。我觉得给我人族的话，真的有机会。我最近 TVT 很强。你就不就是哎，就 TY 跟吕布，你选一个嘛。啊，吕布。主要吕布他的流程很普通，你知道吗？就有可能如果真的用人去针对一下，可能好。不，吕布不能那个，吕布不能上来就死。妈的，分组的时候黑幕一下，把吕布分开。我靠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操你妈！吕布，你这样想的话，应该是吕布打是一比一了，对吧？什么一比一？一比一还是 Z 的一比零啊？哦 ，Z 一比零。一比零好吗？哦，对，一比零。主要是什么？你说 TY 真的跟吕布，我如果想选人族的话，选一个，我只能选吕布。TY 是真打不过呀！我靠！我就这样跟你说啊，盛奎。嗯。吕布在这里面，可能除了西瓜，谁都打不过。不，还有除了我。不，我觉得这样子，只有把西瓜跟探姆分到一起，这样的话，中国队能保一个出线的名额。不，我靠，这个好分过。这个也不行，妈的，两个中国人分在一起，这个实在太过分了。干嘛？算了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是的呀，直播抽，待会儿他妈直接抽，就直播抽个他妈抽个对阵。明天打完我们直播就把对阵抽掉，开着摄像头抽。对。靠！你们可以早点抽出来，这样起码有一个半个月时间准备。这样吧，我们抽出来之后，我们先不公布。然后呢？比赛，我们中国人要以正大光明击败他们。我们要有志气，有骨气，第一时间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打谁。要光明正大赢他。哎，万一什么把你和那嘎姐分在一组，你不是妈的鸡都烂了？有机会。对吧，白天在晚上干你，晚上房间里干你。他们这个什么赛制嘛？是小先四个人一个小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波三那个双败。四个人一个小，什么叫你妈的打波三双败？哎，你有点智力好不好？直接波五单逃。那么残酷啊！残酷不是没有时间打那么久的比赛。妈的，那你平常你不是只能一轮啦？如果你抽不到西瓜，我管他呢，我抽谁？我要去准备一下，万一拼出一片天呢？那这样好吧，你敢不敢？你敢卖？我告诉你，你敢卖，直接去挑战嘎姐。我感觉我就是他的玩具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哪方面的玩具？你说清楚。好，这有点难说了呀，我觉得都是呀。那嘎姐活怎么样？没体验过。这却不是直接开矿，嗯 ，this 先 vs， 这把这一场其实却不已经输不起了，他球我刷出来了，黄旭东，那下一场邀请吗？你还要地图、啊？什么？你还刷地图的呀？我地图前两天刚打过。哦，那你先试试看飞盘位能不能进嘛？我能进排名了，那个都亮了。哦。嗯。哎，被接了。哎，又亏了。这两个追猎到来的倒挺是时候。不，我知道盛亏这个是什么问题了。他肯定是这个开了自动大小那个麦克风。不，他进歪不进了那个 YY 就会有自动大小。谁告诉你进的 YY 就有自动大小？特别大，就我平常。不，黄旭东。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只有是什么？只有是你去帮我把那个给搞了，什么东西？帮我把重新搞个麦。你要知道，我现在这个麦连麦都不是，它是一个摄像头。我知道呀，就摄像头的那个收音嘛。对啊。所以这上面肯定是有自动大小的呀。
所以你的声音会越说越大，他要收得很清晰了才算。我没开自动大小呀，我感觉是有自动大小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你进了，你调好之后进了 YY， 你第二天进 YY， 你还是会很大的自动大小。我把后面的门给关了。这个局势我感觉，如果说这样的打的话 ，Net 是稍微有些优势。他进来看看这，没杀几个，没杀几个。不管怎么样，有 VS 这边其实还是挺主动的。对，怎么都能搞到东西啊。嗯，我觉得今天90%这次的要夺冠。有 impact 好吗？不，你相信我，这种败者组杀出来的信心不一样。哎，不，这我告诉你，刚才他 impact 打了个 classic， 打了个 chef， 就感觉打儿子一样，太猛了。我有一种预感。妈，这里面每一个都很猛，就韩国区你随便拖一个人出来都很猛。那红色，你觉得如果王者归来上来的话，你觉得他跟 Impact 谁能赢？我觉得王者归来吧。是的。不，我觉得 Impact 要赢。Impact 的这套流程又稳又猛。那这样我们现在意见出了分歧，你是不是又要赌嘛？是不是要跟我们赌一枪嘛？李佩南，等会儿我们股权杯都赌了，还剩什么杯？赌老婆。这个我们随便那个。谁卡了？没有呀，我你们有。你可以欠着的呀。我靠，这还能欠着？我们赌喷矿吧。不是，你可以欠着的呀。我没有分矿呀，你输了就以后有了你就输出来呀。我来，我靠！哎呦，这还能欠着？现在已经杀了10个农民了。但是打到这种时候就感觉就特别稳。那么他第一盘怎么输的我都没看懂。在第一场。是不是很被动？游戏暂停。谁卡吗？我就感觉他可能感觉谁卡。我不卡呀，我这边完全感觉不出来。我64的品。我肯定不卡的。感觉救了个欧洲人。我们赌马赛。我70品。马大姐不是大家的吗？就谁赢了，谁就可以拥有马赛。不，这个还是送给你们吧。我。换一个吧，我本来就不想要，我靠！主要我也是啊，这就对吧？哎，你们这样好不好？伤害了二五仔的心，妈的二五仔，妈的每天把马袋捧在你妈的天上，你们这种什么一个不想要，一个你妈也就算了吧，这种话。那天有个二五仔在群里面跟妈的另外二五仔吵架，就是因为马袋。妈的，真的吵得凶一击，互相妈的要去对方的城市砍死对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妈的，我看得好迷茫啊，各种语音对骂对喷，这你喷了妈十几分钟两个人。嗯，他们够不够吗？我靠！等等，到底谁卡了嘛？我估计就那个 Tins。哎，那就是 Kronk 吗？对呀、啊，刚才也是他卡。他们说让你赌魔王，你们好兄弟吗？什么？怎么突然安静了？什么情况？不是，我说 Kronk 是不是你们的好兄弟吗？妈的，是的呀。我们把 Kronk 可都是请来中国吧？来中国干嘛呢？啊，他不如在家里面给他录流，在家里面他播的爽，就让韩国人看不到比赛。这怎么看不到比赛了？干嘛？
他们可以看 Twitch 的流的呀。对啊，不给 Twitch 流啊，这你妈我觉得 Gronk 对你们挺好的，还帮你们出头，还帮孙一峰出头。没有，他不是说帮我出头，只是他站在你们主办方的角度，这样做是没有错的。说明他是个忠肝义胆的好兄弟。妈不，他也是二五仔。哎，好像我们播魔兽的时候，有人在其他的平台告过我们。有吗？好像有的。哎，你让别人播嘛？干嘛？反正里面都那么大的什么斗鱼 logo 啊，什么各种广告放起来。忠肝义胆 Crank， 言而无信孙一峰。他播就播了，又无所谓的。不，你要明白一件事，别我剃了个大光头，然后妈的那不敢看相头，怕二五仔接受不了。别人那倒播，说明妈的你比较好看呀。忠肝义胆崔载元，言而无信孙一峰，我靠！你给老子闭嘴！你这个二五仔。我把这摄像头点开吧，太吓人了。大光头。好了，回来了啊。没有，双方还是在一个憋的一个状态，但是呢。Zet 的现在整个的给我感觉要好多了，这边打得很怂，现在他这个兵补的是不是太早了？基本上他这个三矿开了就那三矿，关键 Zet 还要打你，不过要开个矿，他兵的优势他是可以打的呀。却不这种部队出去不就是搞笑的吗？这种部队，他这部队没什么关键，这次也看到你主力在哪里的啊？不是什么情况了、啊？在我心目中，确实就是韩国无法支持大神啊！什么东西、啊？他你们韩国支持好不好？确定吗？我操！他们韩国国难日就是他打出来的，被你妈逆不四比零，第一次被外国人站在那个线下直接夺冠，就是他。哟，漂亮，漂亮！好了，这不用打了，这脸上可以抓一波兵了。死了，2-0，2-0。好了，王者归来要拼一枪了。怎么样吧，李佩南？不要慌，我觉得这次的上去没什么问题。那我跟。